立蛋妹萧彤宇被爆假奶。Hello， 我是彤宇 Arisa， 我的身高是160公分，体重是42公斤。我平常的兴趣是词曲创作、看电影及唱歌哦。这位小妞在端午节想出奇招，在脸书中泼裸露立蛋养眼照引起注目，从此网友改叫她立蛋妹。这位立蛋妹真是有够 lucky 呢，才刚出道当艺人，今年一月就登上尤物杂志女郎，32亿 up up 身材，被封为一罩杯性感女神。不过哦，她鼻子够挺，下巴也够尖的，一定是做的哈。我觉得我是有微整啦，打打那个小针啊，肉毒啊，我觉得这没什么，因为身为一个艺人，在镜头面前要脸庞表现得完美，这样才对得起观众。是这样吗？那你说说看，你平常是怎么样保养胸部的？是洗澡的时候我会按摩，就是这样子推啊推。那如果我觉得，其实还蛮多女生朋友问我这个问题的，他们如果有男朋友的话，可以请男朋友常常抓。原来是靠男人抓奶哦，那我也要赶快回去找我男友试试看。